肠胃炎缠身吐整晚，身旁有人竟也中标。有一天呢，我四五点吃完晚餐，到大概晚上十一点就觉得开始有想吐的感觉，我就吐了一些。你知道我吐完，我每三十分钟就去吐一次，自己跑去挂了急诊，医生就跟我说你就是肠胃炎。隔天我经纪人打电话来跟我说，哎，我肠胃炎呢，我爸好像也肠胃炎，我好像传染给了他们，害我那一周我都不敢跟朋友吃饭。今晚七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